妈妈，最近多注意一下妹妹。她又闯祸了？不是，原先她不舍得让我碰的玩具、衣服，现在都会主动给我。这不是好事吗？说明妹妹学会分享了。但是，妹妹给我的东西，她手里总会有一份一模一样的。她肯定是乱花零用钱，瞎买一样的玩具。我们的零花钱不都在妈妈那吗？也许是你爸偷偷给的。我去打探一下情况。最近你用爸爸私房钱了啊？爸爸又藏钱了。别人经常送你玩具，没人送我呀。那怎么会那么多一样的吧？我就从家里拿的呀。眼神没有闪躲，面部也没有因为紧张而充血，语气自然，没有明显情绪起伏。所以妹妹刚才说的竟然都是真的。但一样的玩具不是买也没人送，是从家里拿的，这明显矛盾。为什么是真的？怎么样，是不是你爸给的钱？不是，但事情肯定不简单。真悬呀，差点让姐姐发现秘密。为什么会有一样的玩具呢？因为只要把东西放进这个柜子再打开，就会变出两个一样的，这样我就有玩不完的玩具喽。姐姐老是注意我，我变个自己出来对付她吧。嗯，怎么没有多出一个我呢？算了，看来不能变出人呀。今天回来太晚了，记得给爸爸报个平安。妈妈，走之前我记得厕所门。你想干嘛？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。老实点儿，别动。这我老公，我要不接他一直打。开免提，等会儿。我放给你孩子。你们到家了吧？爸爸，我们到了，快递也拿了。晚上吃太饱，衣服勒得有点紧。行，你们早点睡，我还得加会班。算你们识相，手机都交出来，你搞小动作，说吧，卡密码多少？叔叔，你相信光吗？你胡什么？我相信。你们没事吧？已经报警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刚才和爸爸通话时，关键地方按了自行键，这让爸爸听到的就是。爸爸，快报警！好，小心点啊，小心点啊，慢点啊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慢点。爸爸回来了。妈妈，你回来了。我去趟超市啊。妈妈，我想出去学自行车。今天雾霾太严重了，紫外线也强烈，对皮肤不好，下次天气好了再走。今天好好背古诗。不准出去啊。自行车有没有动过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爸爸，做个记号。古诗背会了吗？到时候爸爸你轻轻远程输出。不行。古诗还是得背啊。我晚上不看电视的，一定认真背。那行。除夕跟完人不睡。手机给我。爸爸，出门前你是在打游戏吧？记得用手机放视频，消耗电量。三点到五点，手机电量消耗了40%，难道真的一直在家打游戏？让我仔细看看，脸上有没有晒黑灰尘。出门前涂上厚厚的一层防晒霜，回来后再用安妮小云朵洗面奶洗脸，氨基酸成分温和又轻松的把你脸上的防晒霜和脏东西通通洗掉，里面的 99% 高纯度蔗糖角鲨烷有很好的保湿作用，洗完后会形成一层保护膜，皮肤还是滑嫩的，妈妈一定发现不了。没有污渍也没有晒黑，这香味儿，果然茶饮香味儿。学习这么久了，一起来运动跳本草纲目吧。走。哎，爸去开会，你自己玩会儿，别乱跑。这有什么玩的？早知道去小南家待着了。这是谁落下的？喂喂喂，这还有个人呢。喂，是我。等等，变声器。资料到手了，只要你放出错误是3121的资料，你就完蛋了。
没事，证据我都给找好了，先挂了。女性，年龄不小，38码鞋，身高预计在165公分，身上无明显细纹，信息过少，没机会看清点。出门走，吃饭去。爸爸，你们公司要出事。小孩子可别乱说。只要你放投放13亿225亿的鸡蛋，你们先去做噩耗。哎，你又跑我座位上干嘛呀？原来哪个人，首先害怕。呀，这不是不美吗？姐姐好，我还有事先走了，下次一起吃饭哦。行，我请客。看来又藏私房钱了。这是你找到你了。来，3、2、1，照的真好看。你好，我手机没电了，能借下手机打电话吗？你妈妈没事。哦，好的。哎，谢谢啊。嗯，算了，谢谢。还真是借手机的，我刚才担心这个人会像电视上演的拿着手机跑，然后我去追他的同伙就趁机把你拐跑了，看来误会他。那倒未必，周围人很多，他却立刻走很远来找妈妈借用，目标很明确，有点反常。果然他刚才并没有拨号码，可手机他就用了一会儿，到底想干什么呢？妈妈回家吧，我担心不安全。就是回家还得修照片发给你姥爷看看。照片难道怎么了？妈妈，我们的照片被人删除过，3:10到3:20期间的都没了。幸好我手机有云空间，照片都自动上传了。原来如此。他偷东西的样子被我们拍个正着。我拒绝，妈妈，你的办法太憨了。哎呀，你就配合下嘛，你想想他今天怎么说你的。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，眼睛都要看瞎了。人家眼睛好着呢，不像某些人天天戴眼镜。安排。为了让妹妹以为看电视把眼睛看坏了，我们一定要演得像一点。来吃葡萄了，刚洗好的。嗯，好甜呀、啊。嗯，还没有籽。妹妹没看到有葡萄吗？快来吃啊！爸爸出大事了，姐姐和妈妈发病了。你们演技很差吗？妹妹虽然淘气，但是不傻。不行，一定要把她不爱护眼睛的毛病改掉。我有办法。这是典型的视错觉图 ，AB 两个方块，颜色看似是一灰一白，但其实还能这样，准能镇住你妹妹。妹妹，这两个方块是什么颜色？这还用问？一灰一白呀。你确定吗？都是灰色。你再仔细看看。怎么又变了？妈妈，我眼睛好像真坏了。你啊，现在正是成长黄金期，早晚喝一杯 KU 星增高奶粉，它里面含 A2 型生牛乳，最关键的是里面有玉米黄质和叶黄素等护眼营养素，可以对眼睛产生有效的保护作用。刚才那张图是人眼因不同参照而形成的错误判断，并不是你眼睛坏了，但之后一定要注意防护哦。哦，所以我眼睛真的没花吗？我看到爸爸往我车座里塞东西，这个是纸还是钱呀？意外收获了。